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把门给关上，快！儿，有件事情，我早就该告诉你了。你知道秦继风的母亲？ 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是被你父亲亲手给杀死的。当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15年前，我娘发现梁宗岳走私军火，试图检举他，后来被梁宗岳发现了。 我娘只好带我离开梁家。后来的生活极其潦倒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娘生了很重的病，我们没钱治病，我只好上街偷别人的东西换钱给她买药。后来被人抓到了，遇到了欧阳老爷，也遇到了你，小月。 我说报恩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后来我拿着药回家，以为我娘终于有救了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亲眼看到梁宗岳杀了我娘。 开枪吧，宝玉。只要你把走私军火的证据交给我，带着孩子，咱们一块儿回家。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是不会跟你走的，凤儿也没有你这样的爹。可我们是夫妻。 我那么爱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的丈夫应当是个顶天立地、守护百姓的军人，绝不是个蝇营狗苟、为了权力祸国殃民的贼人。回头吧，祖云，你的双手。 已经沾满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，宝玉，宝玉。 梁宗岳是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从来没有一刻把他当做我的父亲。我千方百计地接近他，取得他的信任，我只为揭穿他的真面目，销毁军火，为我娘报仇，为死于军火之下的无辜冤魂血恨。小月。
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，也不该瞒着你，更不该将你卷入这场雪。既然你和我所想之事相同，那你为何阻拦我拿交易合同？为什么阻拦我揭穿他的真面目？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证据不足以威胁到他。就算我们打倒了梁宗岳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如他这般利欲熏心、置百姓于水火的军阀站出来，接着行这不法之事。小月，我们要摧毁的是整个红城的军火走私利益链。虽然我们的力量很渺小，但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光明，敢于争取光明。秦继父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月，你最后再相信我一次。好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，希望你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。可是嘉豪，他是无辜的。这件事情本来你父亲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既然这个野种已经危及到你的位置，娘就不能坐视不理。如果他知道身上的血臭，他会什么都不做吗？娘，您若还想家有宁日，就什么都不要做。嘉儿，你在说什么？娘都是为了你好，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将督军府的大权交到他手上吗？娘，督军府的大权对我来说本就不重要，我只想小月平安无虞。对了，我在外面看了套公寓，结婚后我会和小月搬出去住。你怎么满脑子都是这点儿儿女私情？就连心爱之人都保护不好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。嘉儿，你是娘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娘知道你喜欢月儿，娘一定会成全你和月儿。